OK， 今天我们还是小女孩，探索一下这个新的海岛吧。这边有个地图碎片啊，捡一下。咦，这个草里面藏了一只羊哎。喵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地图碎片，又一只小羊。怎么这么多羊啊？来，打开我们的背包，获得了两个新的地图碎片，给它装上来。看看顶上，哎，这边有一个脖子前倾的，在敲鼓的人。小声点了，他们正在听歌呢。谁在听歌啊？小种子们听好了，伴随着大地的韵律苏醒吧，跟着我的节奏探出你们的头来。啊，他在给种子听歌啊，怪人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睡着的小孩。这边小孩子都没有房子的吗？没有地方可以住吗？把他叫醒看看。哎，那些羊都是他放的羊是吗？他的羊跑了，他们跑去吃雪花草了。这种草的口感像棉花糖，小羊一定是偷听到了。你可以帮我把他们带回来吗？除非你手上有更好吃的东西，不然他们不会跟你走的。哦，这个和其他的草坪不一样。然后把羊骗过来。哎呦，跟我走了，跟我走了。羊了个羊。来来来，给这只也吃一下。潘妮去哪里了？还有另外一只。四面被雪花草包围的秘密草原。还有一只羊在四面被雪花草包围的秘密草原，但是我逛了一圈没找到，那应该是又要用到这个地图了，搞一个小空间出来嘛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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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哦，出来了，秘密空间。这里面藏着一只羊，来，全部牵回来了，谢谢我吧，你真是会找东西呢。或许你还可以帮上我老爸的忙，他是个植物收藏家，喜欢去各地采集各种新奇植物品种。到我们的帐篷来吧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们住在草原的另一头，沿着旁边的那条路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了。我们等会在那里相见吧。他不会又要睡着了吧？又开始数羊了。哎，还真是。把他叫起来，把他叫起来。哎，叫不起来了。哎，这羊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给他吃了个果子，他给我丢了个地图碎片呢。那刚好可以顺着路过去啊。咦，还有个纸飞机。纸飞机是什么？亲爱的小卡朵，哦，我们获得了一封信，哎，这是外婆给我们的信，她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放宽心胸的去冒险。哦，那就不着急了，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魅力吧。哟，这边又有一只羊，这个是谁？我要找阿毛，没错，这就是他回家的路，沿着那条弯弯的路过去就会看到他们的帐篷，不过他有时候会先去小河旁，沿着那条直直的路走过去就是了。这上面有个告示牌，下面有一个告示牌，下面是直直的，我们先要去直直的路，所以的话把这个地图放到这里。哇，这么长的路啊。我们先去那个桥吧，好远哦。渐渐开始有解谜的感觉了。哎，别破坏我的秘密任务。小朋友，我是不会说太多的，但是我偷偷告诉你，我在找河流的源头，在特定的情况下那里会出现一种神秘的植物，那个植物就是河谷之光。他要找河谷之光，是不是需要我们帮忙啊？重新换一条路吧，换一条弯弯的路。哦，找到了，一会儿可能要去河流的尽头。进房子看看，哇，好大的房子啊。哎，隔壁房间有人，我怎么去隔壁房间呢？这个房间里面也是可以修改的呀。天哪，哦，这样就可以穿过门帘了。找一下他吧。阿毛说你帮他找到羊了，感谢你了，小草儿。他叫我小草儿，他应该挺喜欢我的，所以叫我小草儿。我的名字是蒙克尔，我是一位植物收藏家，我时常和伙伴们游走各个草原，研究各类植物，或许你可以帮到我一些忙。每片草原都有一种传说中的植物，我们这里叫做河谷之光。哦，又是找刚刚那个河边的人了。他有着耀眼美丽的光芒，但正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难以琢磨。咕噜噜，哎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可以吃他的东西是吧？可以留下来跟他一起吃饭呢，休息一晚。昨晚用了所有的香喷喷液，我请阿嘎去森林里找一些，但是他一直没回来，帮我去找找他吧。咦，这个是谁啊？看到个小孩耶。我看到阿嘎叔叔跑进这边的森林里了，他跑进森林里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小孩啊，这是刚刚那边上课的小孩耶。你闻一下，这片森林里有阿嘎叔叔的味道，在这个森林里面是不是又要像刚刚那样子夹在中间啊？把它，哦，还真是啊！我天，那这样子不就可以找到那个河流的尽头了吗？哇，好难啊！
越来越难了。哦，就是这里，找到了。你可以帮个忙吗？把这个香喷喷的液交给老大。OK。哦，来了来了，给你叶子，香喷喷的叶子。没错，就是这个，你一定遇到阿甘了。我们都用这个东西来通知大伙吃饭的时间到了。哟，烧起来了。虽然它超难吃，但是可以散发出超可口的香气哦。哎，哇。哎，还可以跳舞哎，我还可以鼓掌，我跟着他们鼓掌，可以跟着音乐打节拍。好，睡醒咯，第二天咯。河流源头有突发事件，阿嘎似乎发现了河谷之光，大伙都往那里去了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哎，快去快去快去，神奇植物在哪里？哦哦哦哦哦，哪有河谷之光？这河流源头可是我找到的，我藏起来咯。我们要干什么现在？据说这种植物很怕生，大家要保持安静哦。哦，所有人都躲起来看这个植物是吧？然后我躲起来了，我躲起来了。然后呢？会从最中间出来一朵花吗？哦，真的出来了，像一个蛋一样。哦，和莲花一样。哦，中间还有一个眼睛一样的东西。哎，完了，羊来了。哎呀，跑了。记了记了记了。哎呀，可恶的小羊，我们去追他吧。我看看，哎，他被桥挡住了。你好，他被卡住了。解开他吧。哎，我直接跳到他身上了，我的天。哇，他会把我送到下一个板块是吗？哟，趁着这个花开走了。哎，晕倒了，又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了。